会上，我这只有50000块在抽屉里。我不要钱。孩子病了，出诊吗？出。孩子得的什么病？哮喘。出诊多少钱？10000块，不过我得先收钱。特派员是您，您怎么了，站长？我是孟林。就那么恨我吗？嗯，你对得起我吗？